大家好，我是小宁子。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下死亡细胞。没有通关的朋友呢，可以试一下解锁冰宫，然后洗出穿透磁条，主武器洗出冰冻暴击，基本上除了最终 boss 之外，难度都会变成幼儿园级别。那么在进最终 boss 之前呢，要把冰宫换掉，然后再叠一些减伤和护盾，再加一点点的运气，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好，死亡细胞是一个结合了 roguelike 和 metroidvania 类型，然后又带有一丝丝魂系列基因的横版动作游戏。玩家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一个可以寄宿在不同躯体里的绿色海藻团子，在地牢中进行冒险，杀死敌人，收集细胞图纸和强化卷轴。在游戏中死亡后，肉体湮灭，细胞回到起点，但你收集的图纸和细胞可以在关卡之间的伤人处获得永久性的解锁，为下一次尝试做准备。随机生成的关卡一遍遍重复，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乏味，因为游戏的操作精准，节奏紧凑，手感爽快，整个流程从头到尾都是高浓度的刺激战斗，几乎没有什么设计是要去拖慢你的。游戏想要给你的是一双插着翅膀的赫尔墨斯草鞋，而不是斯巴达草鞋，一路疾驰，直到死回家门口再来一次。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要从设计的角度去聊一聊这款游戏的速度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游戏的快速大部分都是体现在节奏上的，而不是简单的游戏流程简短。我们从最浅的开始讲起。游戏有六种移动手段：普通的跑动、二段跳、翻滚、下坠、传送和爬墙。角色的移动就是简单的快，不论是跑动、跳跃还是翻滚，距离都很长，反馈及时。游戏里大部分的跳跃都设计的比较宽容，滞空时间长，很少有要求你一定要冲刺跑到平台边缘，在精确的时刻起跳的情况。结果就是角色在各个维度上的移动都很自由而且流畅。我发现我经常在敌人身边就像一个多动症患儿，身轻如燕的上蹿下跳。每经过一个传送门附近，传送门会自动点亮，而且数量够多，可以任意传送。你如果觉得自己走错了路或者遗漏了什么，没关系，你附近和你要去的位置一定都有一个传送门。这个友善的设计让游戏里所有的移动都变成了前进，你很少会走回头路。但是死亡细胞并不是一个平台动作游戏，所以光说移动肯定是不够的，我们来说说更重要的。在很多 metroidvania 游戏里，玩家在攻击时要尽量谨慎和精确。虚空骑士里，你的斩击和敌人发生接触之后，你会有一个后坐力一样的回弹，你需要重新移动调整攻击的位置。而死亡细胞里，以刺剑为例，你在每次攻击之后，角色都会向前滑动一点，被你攻击的敌人还会有微小的后退。这个动画上的细节给了玩家所有的攻击一个前进的惯性，这样推着敌人打很容易给你带来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和敌人一起双人花样滑冰，这也是伊苏系列的战斗手感让人称道的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游戏的战斗设计都围绕速度感构建，死亡细胞里敌人非常容易被打出硬直和晕厥，血量也很少，所以大家都是高伤害脆皮，谁先出手谁就活下来。死亡细胞的敌人种类非常丰富，堪比宝可梦，而且不仅仅是换个颜色血量不同那么简单，每种敌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攻击移动方式。有很多怪物的攻击可以无视地形，比如这个常见的可以隔着墙扔手雷，比如这个可以在远处用钩子把你勾走，这个可以瞬移，这个会从地下窜出来突然攻击，比如这个用大剑的会转个龙卷风把你吸过去，这个长枪可以无视墙壁和地板，这个变态大块头无论你跑多远他都会把你吸到他的面前。这个游戏里还有很多像狂鼠一样死后会在地上拉屎的怪物，这个会留下一堆炸弹，在你砍死之后要立刻离开现场。没错，你们杀人犯作案之后不要再在犯罪现场逗留了。这个会生出一堆爬虫，这个会生出一堆飞虫，这个扔的炸弹会炸成很多小炸弹，你不仅要快速行动，而且要快速做决策。扫描画面上的所有威胁，根据你对每种怪物的了解，快速决定处理的优先级，制定最优的战斗路线，就像底特律里面仿生人进行的动作模拟。不过这个是真的自发的快速决策，不是系统引导你按几个按键假装做了什么很酷的事情，在这里真的有这么酷。顺便提一嘴，之前说到这个游戏里的怪物像宝可梦，哎，显然开发者也是这么想的。游戏里有个类似精灵球的道具，可以丢到怪物的头上，然后把它的血量减少到足够少，然后呢就能够捕捉它，把它变成图纸。而且死亡细胞借鉴了一些血缘诅咒的设计，受到攻击之后，一部分伤害会在血条里显示成橙色，在橙色减少的期间，你所有的攻击都可以恢复这部分的伤害。而且如果你杀死敌人足够快，你会获得一个临时的移动速度 buff。当你流畅自由的一边快速移动一边砍杀敌人，这就是游戏战斗体验最好的时候。其实死亡细胞和16年的 Doom 有很多方面都很像，用丰富的敌人种类结合不同关卡构造来形成一个个小谜题，迫使玩家快速制定策略。游戏在更大的系统层面也直接奖励你快速过关的玩法。
合整个战斗和移动的快速节奏，速通呢也不再是一些大佬们的表演，它是一个完整的游戏内机制。死亡细胞的关卡里藏有一些限时门，门后有丰富的奖励，你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到达，它才会打开。这些奖励刺激玩家使用冒险激进的 playstyle， 享受跑酷一般的战斗系统。2到3分钟的快速过关，一定程度也减轻了游戏永久死亡的惩罚，不那么让人沮丧了。当然，死亡细胞也存在一些问题。 BOSS 关相比其他关卡要逊色很多，武器平衡性欠佳，变相惩罚玩家解锁更多的装备，但相比游戏做对的地方，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瑕疵。死亡细胞是一个优秀的游戏，可能是今年下半年到现在最好的动作游戏。它成功的魔法其实不在于他们自己宣传的重点，把 Roguelike 和 Metroidvania 这两个看起来像臭豆腐和冰淇淋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这个游戏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扎实地做好了怪物和武器设计，丰富不乏味，鼓励高风险高回报，引导玩家像火车一样一路横冲直撞，杀死敌人，快速通关，不拖泥带水，不用无聊的刷刷刷元素恶意填充你的游戏时间，充满挑战性策略性，让你感觉自己在万军丛中闲庭信步。在整个 Metroidvania 文艺复兴的背景下，这个游戏非常难得的做到了他自己宣传当中的游戏体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所以如果你还对这个游戏类型感兴趣的话，朋友，我建议你给他一个取悦你的机会。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击下方的关注按钮，然后点一波推荐，谢谢大家。